7月28日，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片单，许鞍华导演、马思纯、俞飞鸿、彭于晏主演的《第一炉香》入围非竞赛展映，贾樟柯监制、内地青年导演王晶导演、白客等主演的《不止不休》成功入围地平线，这也是今年唯一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的华语片。据悉，本届威尼斯电影节9月2日开幕。